算起来你今年都20岁了，是该谈恋爱的年纪了。我们家悠悠这么漂亮，一定有很多男孩子喜欢吧。知女莫若母，我猜你只是喜欢那些学习成绩好的男孩，但妈妈倒觉得那种长得不错人又单纯的也可以适当考虑一下。悠悠，你心里一定很恨我，所以我从不敢奢求你的原谅。我只希望你能相信妈妈是爱你的，在离开你的这些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但我不能联系你，因为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来换取内心的平静，这太自私了。我已经伤害了你，不能再伤害陆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，我也知道什么补偿都没有用，但我还是存了一笔钱，就当是给你的嫁妆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对不起悠悠，妈妈永远爱你。你为什么不早点给我看？我要早给你看了，你还会来吗？对吧？就是因为知道自己老婆平时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，一遇到这种事情就会变成小怂包的人，我只能把你先骗来了。啊，当然你如果现在后悔的话，我们立马就回去。好了好了，那没事没事。医生，我妹妹怎么样了？做好训练准备吧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喂，我想见一涵。你是？只要他肯去见我妹妹，我保证之前所有的事情全部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我真的求你了，让他去见他就一面就行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妹妹她不行了，她真的不行了。医生说她，医生说她可能过不了今晚。真的，只要你让她去见他一面，我保证什么事都能答应你。我求你了，我真的求你了，这位先生。你先别激动，我很想帮你，但是很抱歉，一涵现在不在上海。喂，喂，喂，哎，大伟啊，我一会儿发你个号，你帮我查一下。我有点奇怪，一般的粉丝怎么会有我的电话？喝水。这谁啊？我妈。我婆婆。这什么时候照的？高中毕业，我们全家去北欧旅行的时候拍的。真好看。你不知道，那时候我正在跟我妈吵架，因为她不愿意给我买一双我很喜欢的球鞋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姐姐的存在，我就以为一双鞋，觉得我妈不够爱我。但没想到世界的另一端，姐姐为了生活在奋斗着。真的好恨那时候自己。哎呀，别这样，你很好的。后来我就想，我妈肯定是知道我以后会跟我姐姐见面，于是把给她的爱一起给了我。等我见到姐姐的时候，就可以分给她。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跟姐姐现在已经团聚了，我们应该往前看。对，往前看。
在这叨叨什么呢？说了老半天。跟我丈母娘聊天呢。聊天？嗯。聊什么呀？我说